八爪鱼面条。老妹儿，给我加点料。嗓子都坏了，不要吃了。再吃一次，来，不吃不给红心呢。加，没事，我能撑得住。咱家铁子，来，够不够辣？三姐都那么拼了，给三姐一个红心吧。咱家铁子说我不敢吃它，看我今天怎么吃它。够不够？再来上一圈，看我够这么拼的份上，能不能给我一个双击？来个拉丝海参，吃之前一定要给它按摩按摩，拍打拍打，这里面是它的经络。失败了，两个小地雷，其实它是两个海葵，圆润吧，手感非常非常好。哟，伸下下，吃这个，这个，弹弹。双爆会不会有个双击？马上开直播，来一把大爬爬，有没有知道它是什么呢？速来直播间，一起造。来一堆胖娃娃，加点辣椒油，要不然咱家老铁不给双击啊。蟹，好久没吃了，今天做了个酱香呢，肥不肥？哎呦，可以。撸串小达人上线了，这是加了速的小马达。每逢佳节胖十斤，你这个假期胖了几斤？来个一口蒙，蒙得下，你们就赏我一个小红心。来两只一斤一个的大虾王。俺老公说了，这个视频能给我200个小红心，他就给我整一个3斤重的虾王，能不能吃得到全靠你们了。红心给我一个吧。尼罗，
哇，手感超顺。加点辣椒面，辣油来上点，腌制一下。想吃这一锅的宝宝给我个双击。小姐姐说让我吃个大虾，她全班同学都给我双击来了。嗯，好浓。这个虾个头够不够大？咱家铁子说我最近飘了，辣椒都不吃了。双击也不给我了，来，今天三姐拼一把，能不能换来你们一个双击啊？再上，双击走一走吧。嗯，来只大鲍鱼，我老公可说了，双击过500，每天给我来上一只。这个是内脏，不可以吃的。鲍鱼全靠你们了，给我一个双击。最火撸串啊！吸两只全网最大的虾，看个头大不大。能给我打几分？嗯，双击双击。你们是不是就喜欢看我吃辣？是不是我吃的越辣，给我的双击就会越多？加辣。这样会不会太辣？哇！双击双击。老公说我最近瘦了，你看，让我十斤补补。一口黄金鲍，一口大鸡排，想吃哪一个，猛戳戳戳。都想吃的，刷新评论。这是不是最美的爆头？你们看着像啥？评论下方打出来。哦，带墨汁的，想吃铁的双击双击，扣个七七七。